觉得我们节目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们节目很酷。那就用舞蹈证明给我们看吧。行啊，有两下子，远叔。这不是夸夸卡吗？怎么会抽到一张惩罚卡？教你跳我们的动作。OK OK， 来，五六七走。没有追随着光扑火。我的天哪，好可爱。没有打不破的规则。好，我的眼睛学会了，试一下啊。走。你们真的跳得不错。哇！今天还唱得也非常的不错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我对你的舞蹈很满意，但对你的唱非常失望。我也没想到，我对我的唱也很失望。谢谢。谢谢陈哥。好，其他两位老师。静姐、楠楠，一整个团我都喜欢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很强。你看张欣瑶，张欣瑶今天你有几个动作吓到我，你跟这种强强队在一起，你简直就是升华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吴海真的，你和博远是有渊源的，对不对？谢谢。我跟博远就是，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舞台上遇到他。然后我们在上海，然后他有经常来上我的课，对，我有去办卡，办卡。博远是吴海的学生，对，每次抢他的课要靠预约，大家应该知道。我也是吴海哥的学生。我觉得特别奇妙，这个舞台就是我来到这里，我碰到了博远，我碰到了林默，然后我又碰到了可以成为我老师的赞多和力丸。这里祖孙三代啊，感觉。然后我很开心，我记得我义工的时候有个愿望，我说如果我能越往越后，我要跟博远、力丸、赞多完成一个舞台，我三公的时候都做到了。哇，太棒了，真的太优秀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没什么好讲的，真的恭喜你们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特别喜欢今天的表演，然后博远的 vocal 很好，因为这歌我个人感觉不好唱吧，卡在换声点上。对对对对，男生换声点上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下了不少功夫的。刘宇，我觉得今天有两点让我挺吃惊的。第一点是有一段真假混声三个的转换，是吗？对，那一段真的很出彩。还有一个就是舞风，刘宇特别好的是把中国舞的范儿加在了流行舞里面，显得那个流行舞的动作更大更柔顺，所以今天这个是比较吃惊的地方。然后阿姆，你的舞台表现力太好了，然后你的舞蹈也真的进步了很多，所以希望你能继续加油。谢谢啊，周建当老师。然后吴海的舞蹈真的很脆，脆，对，真的很脆，你的动作很脆，所以就是真的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个。好的，谢谢学长。